有神迹，一共九个岛，使用动画表情会有惊喜。真的吗？我试试啊，假装可怜，可怜我这个小孩子，长得那么美却没钱。咦，没有奖励啊？不对，好家伙，我的血量，个十百千万亿，哇塞，21亿血量！啦啦啦，那我岂不是拥有金刚不败之身呢？先重生一波，满血复活，嘿嘿，这下就完美了。金刚不败之身，所向披靡，无敌啦！看看宝箱还送什么好东西。鬼图烧显卡神器，上次有小伙伴送我百万加油桶祝我过年，真是太惊喜了，我直接换电脑了。尊王你真舍不得。另外两个宝箱都是基础的铁镐和铁斧，生存侠斧，挖矿卤素还是不能少。这里还有神奇三人，钻石加土块能买到钻石衣服，好便宜呀、啊！火箭背包更廉价，只需要30根木头。二话不说，勤劳的小手手撸起来。30根木头等于一个飞行神器，我能撸成世界首富，专买飞行道具。呀、yeah, ，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！发现宝箱，熟悉的神斧，看看这效率，1秒5敲。要是光头强有了它，瞬间能成为熊出没最有钱的男人。哈哈，轻轻松松撸完所有的木头，换取5个火箭背包，再也不用搭桥去别的空岛，直接飞高高前往隔壁的红树岛。远远看到树顶的宝箱啊，到了，开箱时刻，小勾勾、小喷塞、毒桶、法杖，都是一些很弱鸡的装备，打野萌宝都费劲。离开红树岛，顺势来到了地狱岛，一眼看去，表面没有宝箱。像我这么聪明的人，忠心开道，透视寻宝。哎，真巧，密道就在一墙之隔。哦耶，轻轻松松找到宝箱，这是无极弓。很厉害的一把弓，是猫是虎，试试就知道。磨刀霍霍向小羊，好家伙，居然是一把气剑，一道剑气远远把小羊升空开宰，厉害，真厉害！第一把神器都这么厉害，后面更强了。继续下一把，跑酷营本土最强神器，说是最强神器，那我得凭实力获取你。火箭背包一脱，看我酷跑大神表演。看准方块与方块之间的距离，冲刺蹬腿跳，再来一个二段跳，后面的一些间隔方块走都可以，最后的旋转方块，只要速度够快就卡不到我，轻轻松松到达终点。哎呦，还有第一次陷阱，傻瓜才直冲冲踩过去，聪明人早就把他们全部一扫而空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哼，最后还有个投石机，给我滚蛋吧，没人打扰我拿神器了吧？呀，怎么还有空气墙？你有过餐厅，我有张良计，飞到空中点方块开箱。啊，总算拿到本图最强神器创世神，威力果然不错。加特林式的脉冲剑，长毛怪跟纸一样脆，顺势闯入法老古墓，开关发财！哇哇哇！钻石块、黄金块。孔雀石块，还有拐杖神器，这波赚大发了，可喜可贺。